机向前加速，把指令汇集后，立即以战斗方式展开，并同时向上无氧姿态，运用灵活的回旋式向外渐渐入行高潮的能力。紧接着操作的分布为滞空操作，两机保持相同的高度，将以顺时针的方式并点右转360度。此科目展现的是显翼机只有的力学伸缩能力，不论地形地脉的影响，长时间与指定的点实施敌情侦察，并可以无痛的提高。对于地塞场地或野战场地实施起降，并不易受到地形的限制，飞机持续以稳定的姿态向上爬升。在阿帕奇到达指定高度后，飞机开始左转盘旋